你蒂安达我的名字叫做你蒂安么来我现在在吃早餐，我喜欢躺在我的早餐饭碗里吃饭，这样我就不需要动，只需要扭我的脖子就可以吃到所有的食物。哈哈。 这只牛小牛呢，它是一只小公牛。然后大师在它出生之后给它起的名字叫尼提阿南姆莱，尼提呢就是大师的名字，嗯，然后是那大师名叫尼提阿南达，尼提 a 南达，n 南达呢是喜悦极乐的意思，然后呢尼提 a 就是永恒，a 南姆莱呢就是嗯。 在我现在所在的 Tuna Malai 这个地区呢，它是一个圣城，因为有这座山的存在。大家看到吧，这个 a n a n t l a 山。然后呢，和它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寺庙啊、嗯，我们的里面的主神主林家代表湿婆神，或者是宇宙高于有形以及无形的存在，就叫就叫做 Anamalaya。所以呢，呃，大师给这只牛起的名字好吉祥，叫永恒的 Anamalaya。 你第二么了。而且呢，我想呃讲的就是，其实一般在工业生产呢，啊、呃，公牛其实我因为我之前是在这个领域的，我我我出家之前是在这个领域，其实我知道的就是，啊、呃，特别是在啊、呃、就是大型的农场，嗯，然后呢，公牛出生之后就是被杀掉了，就是把它当做肉食去食用了，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生产力，被人类认为是。 浪费资源，这样，嗯，就是很残酷，所以一一般在这种大型农场是看不到公牛的，但是像我们这个沟舍拉呢，啊、嗯，我们公牛可能跟母牛的比率是差不多的，嗯，我们有很多只公牛，这样，包括我们最受瞩目的这一只，居然是一只公牛，牛宝宝，你蒂纳么来。跟所有的华人观众打招呼，好不好吃啊？ 应该是很好吃哈，哈。<laughs> 所以呢，也希望呃地球能够尽快的转型，像大师所讲的，走入一个与自然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星球。然后我们所有的生产的行为都是和自然完全一致的。嗯、呃，所以我现在也非常感激呃大师能够让我生存在这样的一个他自己建设的这样的生态系统。 亲自的真正的体验与自然和谐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人类都能体验到像我现在所体验的这样的温馨和幸福。OK，好的，你听，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再见吧。牛怎么说再见？么么么 OK，好的，你点亮灯。